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副业 Martin， 我现在是在尔湾光谱中心附近的一个商业园区。现在镜头所能看到的是有很多 4S 店，就在 4S 店旁边，这里有一个 Auto Center， 就是汽车的一个售卖中心。然后这个园区有好多这样的，单层的楼，它层高很高，但是单层，前面是可以做办公室，后面是可以做仓库。入户门是在前面这一侧，从这边进去，前面也可以停车，后面也可以停车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仓库的租赁和普通住宅租赁其实价格差不多，仓库租赁也很火爆。我们现在看这套是室内2000多尺，价格是2.35块每平尺。进来这边是一个前台，一般租下来之后这边会铺地毯。然后往这边走是有一个会议室，类似这样的地毯，有一个会议室。然后这个门后面是可以做一个，吃饭的区域，员工吃饭的区域，或者是放两个桌子，文员或者财务也可以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。然后往里走。就是层高大概在15到18英尺的大仓库。然后刚才在园区里走了一圈，其实这个空间不仅是可以存放东西，但那水帘门也很高，不仅可以存放东西，其实有一些在这边做的一些小工厂，做一些加工啊、印刷、制作都可以。这是一个人出去的门，这边是车可以进来的一个水帘门。整个这个2000多尺月租金应该是在5000块钱左右。尔湾寸土寸金，不仅住宅很火爆，买卖非常繁荣，商业也是非常发达。全球500强有150强在尔湾有地区总部，经济是非常发达的，有很多企业在这边初创。做了很久的企业也很多很多。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是看一下仓库。